大哥，这收着。哎，师傅，咋的？哎呀，这半路上面的水还不用水，咱可遇到这号难处了吗？你帮个忙嘛！哦，我帮不上你嘛，我忙着了嘛。好师傅的，那鸡场上用不多吧？就这么一点点，把它几人堵住就够了。哦，哎呀，你麻烦死了，我还忙着，我走啊。哎呀，那可一定不行的，给你出钱嘛。好钱买了啊！咱弟说，你掏多少钱了？啊，咋就这点事？你说，你掏多少？你说，给你10块。你把我麻烦死了，我说。哎，你要多少？一边，哎呀，你这不是直路路上等人了？那好，那我走了啊、哦。你看谁在直路路上不等你，你等谁？哎，师傅，不，一边就一边哦。大概，不要，一手交钱，一手给货，好、哦，来，哎呀。走了。哎，别上，到地上。咱俩把你气管上给用给上。把你的手拿开。我这是气管也是出钱买的。哎呀，我刚才帮了你，这人蛮没良心。没良心？那是个出钱买的。哎呀，等到你走了，咱把我一个撂这儿。那管你咋的？把能弄个弄死吗？能弄个弄死了？又给了啊？咋的？想打气了？出钱儿。你这是干过河就出桥了吗？又给他啊！咱你看了，咱走路路上不等人，哪个人过河不出桥，你找着哪个人可啊？哎，又给他啊，又给他啊！跟你说了嘛，出钱儿。哎呀，那就要钱了，没钱不能，不能。那咱能行，出钱。咱用你这打你这下气多少钱？打一下20，打包20啊！打一下20，还打包20吧？打一下20，打一下20，你打不打？走。打一下20啊！20。40，60，81。哎，打进去了，打了2下，1下，2下，你闪一下，我打进去吧，我打进去，你闪一下也算了，120，140。哎，掏钱儿。
真的要呀？真的要呀？谁给你打框框了？你看你。哎呦，算了啊、哦！不行不行不行，掏钱。掏。啊，这么大的，不够，还短四十。哎，这个我干不挣你的钱，干对了吧？哎呀，掏钱掏钱。啊，来，那你把你的四十再放。放上40块钱去啊！啊，你放，你先等啊，放了你不要不要过啊！哎，给俺俩抽一根，瞎抽了。这也是拿钱买的，贵了。对呀，啊，咋塞？嗯，咋的？没火？我有火了。爹吧。给俺俩吃上一个。哎，咋把你的钱拿回看？哎，哎呀，看起来谁也用谁了。大叔啊。我就是那三成儿。